有宅子日前带着新专辑回归，也是水整离队后首次五人体制回归，孩子们也登上了偶像登板宣传，回顾了自出道以来许多网友们的评论。다른팀명후보가있었다애니컬러로 아니이거는사실은진짜더구린이름이있어가지고그꼭울었어요 아맞아미니언니울었어요 나울었어나이사님이엄청싸웠어진짜其中在一则文章的标题写着有加埃德五人一起唱了嘎塔塔的谁在害怕部分这句原本是属于水真的 part 看完之后也让雨琦说了我觉得很想哭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孩子们都带着水真的精神继续迈进，未来女孩们一定能够走得更高更远啦！다시짤때부터아이거는다같이하면되겠다그러면은그우리다섯명이면그정도에너지나오겠다네버랜드사랑해안녕